当然，这也咨询过律师事务所，我们这么做完全符合法律法规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赵亚明，你目前还不具备进入董事会的资格。你必须对犯过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，直到我们都认为你有资格才行。当然了啊，你放心，还有阿姨也放心，对待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公平公正的。那我是想说，雅静她现在房产能不能做变更？这也不行，这也属于遗嘱当中的一部分。那我就没得说了。那我继续说，通过雅静平时跟我交谈的内容，包括跟其他董事多次提到的，我们一致认为雅静接班人暂定为雪兰。你说这怎么弄？你爸你妈那房子买不买？说吃饭的事吗？怎么又聊房子上去了？讨厌，卖不卖？不卖呀，那二环内的房子升值空间多大呀？这都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什么？告诉我二哥和二嫂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呢，我打算看你怎么办啊，这不是我的事儿，咱可说好了。行，信任我就行。哟，谦虚了吧？公司上上下下现在可没人说你的不是啊。你相信我，骄傲，骄傲，骄傲长尾巴。哎呀，行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他们都在去餐馆路上，快点。然后呢？放我下呀。为什么放你下来？公司呢？公司怎么了？公司都看见了。看见怎么了？你是我老婆，我能抱你吗？你放我下来。放你下来也行，你亲我。我不亲。不行就这么出来。我亲，我亲，我亲，我亲。来来来，喂，这场面怎么那么闹腾？哎，衣服给我穿。行，我懂了啊。灯关上，是这意思？没问题。哟，这谁干的？哟，当然是你六爷我了。不想要钱了是吧？告诉你啊，姚二林他们两口子，不是我们欠他的钱，是他们借我钱还你们的钱，听懂了吗？对不住，对不住了，腿抽筋了，疼了一脚，完了。别动，谁踹的谁扶的。钱不借，小凤走。行，哎，跟什么过不去？咱别钱过不去，给您扶好了。心眼真小。叶总，你坐。今儿啊，咱们走，就不信逮不着他。哼，你呀，就跟他直说，他绕弯子，咱们不让。我就不直说，心里明镜似的，我就要跟他较这板。别介呀，咱不至于这样。这，哎呦，嘿，
你怎么回事？你不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老梁哥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哎呦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快看看各位，快帮我扶一下，扶一下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摔了呢？我们这个院儿啊，属于我们这个社区的文化休闲中心，也算是我们九道湾老百姓的避风港。这些都不税吗？哎，不收费，不仅这外面不收费。您看啊，图书馆，文化厅，还有这个后面的棋牌室，包括您看啊，那边有一个地下两层，分别是舞蹈室、健身房，我们都不收费。还有幼儿园呢，我们只收一个伙食费。嘿，舞蹈室、健身房够全乎的。啊，当然了，还有一个前提啊，这些呢都是针对咱们九道湾的居民，为居民服务的。要是大家都来的话，还真是承担不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车呀，这老师啊？哎，慢点吧。你看看这么多车。哎，你马上就要出来了，啊，咱们一起合个照。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来来，啊，来，让爸妈给你们让个地儿。这是什么地儿？这是坐这儿啊？坐这儿。世界是你们的，以后你们就是中心了。坐下。哎呦，爸，那不行啊，咱这传统不能丢啊，规矩咱更不能放。我这样。我就往这一蹲，我觉得最好。来来，咱们坐。来，这爸妈，你们往中间坐。来来来来来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坐！你们坐，坐，坐，坐。哎，王叶飞、小娜、老赵，咱们就往前面蹲啊，咱们就蹲在这儿。哎，啊，那个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哎，哎呦，我们儿子，儿子，来来来，儿子，儿子，来，你们蹲那儿。来，在这儿，丽丽，咱们蹲下啊！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大家伙啊，大家伙注意了啊！我一会儿啊喊一二三，咱们呢就念这牌匾上的字儿，啊，来，准备了啊，三二一，请问九道湾。